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菩提心，简单的讲就是觉悟的心，是想要成佛，和佛相应，甚至是要和佛一模一样的心。以前我在当医生时，曾经亲近过上广下缓老法师，学习菩萨戒。老法师很慈悲，当时他应我们的祈求，请诸位菩萨比丘为一位阿甘菩萨和默学两个人，在美浓雷音寺办了一个传授菩萨戒的受戒仪式。老法师开示我们，学佛持戒最重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发菩提心，第二点也是发菩提心，第三点还是发菩提心。后来我经过很多的困难和挫折，才了解他老人家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假如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再发菩提心，又再发菩提心，学佛的路上时常会走不下去。世间的种种痛苦和困难都可能使我们灰心，当颓丧时就想到他老人家拄着一根拐杖，很坚定地向我说，第一，发菩提心，第二，发菩提心，第三，还是发菩提心。老实说，有时候也会发不出来，走不下去，但是想到他老人家行动很困难，撑着拐杖也还要走下去的心，我也只有擦擦眼泪，再发心，再走下去。无量寿经告诉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是上品、中品、下品，都应该要发无上菩提之心。这句发无上菩提之心很抽象，大家都若有若无，时而有时而无。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发心了呢？我们日常生活的所作所为，具体上是不是和菩提心相应呢？这就得好好对照菩萨戒来检讨，
并不是口头上讲我发菩提心就算数了，而是必须在言语行为上有相应的表现，才算是真正发菩提心。假如平常生活都和菩提心不相应，却希求临命终时能忽然和佛相应，这样的机会虽然有，但毕竟不多，所以还是要平日用心。我们凡夫每天都在用这个心，却不知道心的真相，好像会做梦，却不知道梦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梦的真相，有梦的醒不过来。所以我们平常用的都是糊涂不觉的心，并不是如实知自心的菩提心。要觉醒才能实在知道自己心的真相。下面再用看电影这件事来比喻。一个迷而不觉的人看电影，只能看见荧幕上的假象，心情随着剧情糊涂地起起落落。而另外一种人，不但能看到影像，也能看到影像后面的荧幕，及影像的来源，光线的来源。同样是看电影，他对来源很清楚，所以不会被影像所迷惑，而能得到启示，这就是觉醒的人。佛是觉悟者，学佛就是要学习觉醒，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迷得团团转，不知回头。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在提醒自己要回头觉醒。由眼前变化无常的影像当中回过头来，回到自性本源的真相。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睁开我们智慧的眼睛去看真相。念阿弥陀佛，就是当下睁开智慧的眼睛，不要再做白日梦，一直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菩提这个词很不容易用语言来形容，就好像融入水中的盐，我们吃了就知道滋味咸咸的，一定是放了盐，但是却看不到盐的形状。假如有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盐是什么，也不曾吃过，那我们用言语要描述到让他听得懂是很不容易的，必定是要吃过了才会真正知道。菩提心也是这样，前面说过，有人将菩提心比喻成一盏油灯，灯心是大愿力，灯油是大慈悲，它的火光是大智慧。灯心、油和火光合成一体，它的光就遍照一切。话是这样说，而重要的是检讨自己是否和菩提心相应呢？古大德教我们检讨的方法，也就是首先要了解怎样是随顺菩提心，怎样是违反菩提心，也就是要先知道什么是顺菩提门和违菩提门，有随顺和违反这两方面
来检讨自己是不是和菩提心相应。我们要时时检讨自己的想法、言谈和行动是不是顺应菩提心。如果发现有违反，就得时时调整到随顺。既然我们每天念回向文，都希望见闻的人都发菩提心，总不能自己所作所为还去违反菩提心啊。我们在这里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分析讲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检讨菩提心，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佛法，随时修正我们的心念、言语、行为，处处发挥佛的精神。如果听经学佛几十年，而待人处事、讲话、心念都没有改善和进步，这样就是学佛和生活脱节了，变成枉费白学。下面我们照安乐集所说的，先来了解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这三种我们都要明白并且记清楚，以便随时做检讨。第一是贪着自己的身体，第二是令众生不安，第三是恭敬供养自己的身心，胜过恭敬别人。如果有以上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况发生，我们就要警觉，立刻改正过来，就是随顺菩提了。以下分别说明。第一种违反，就是贪着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了这种贪着，就是违反菩提心的智慧门。因为不了解这个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肉体只不过像大海中的一个水泡，是空的，是一时幻化的影像。真实的我是好比整片的大海，但是我们一向都认错了，错把一个水泡认作是实在的我，而不知整片大海才是我，整片大海才是我的本体佛性。因为我们没有佛的真实智慧，不了解自心的本体，所以大家都一直执着错误的见解。就宛如整个村庄的人全都错把南边当作北边，若没有人点破，就永远不知晓。我们大家几乎全部都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实在在的我，如果身体死掉，我也就完了。因此所有的人每天都拼命在照顾这个身体，希望把这个水泡般的身体照顾得很坚固，照顾得漂漂亮亮，希望它永远不会破灭，于是就贪吃好的，贪穿漂亮的，贪开好车子，贪住好房子。为了贪爱这个水泡，什么事都敢做，甚至还会去伤害别的水泡。哪里知道其他的水泡原来也是我佛性大海中的水，
结果伤来伤去，反而伤到自己。这就是没有智慧，不知道真相。所以祖师提醒我们，要用菩提心的智慧，不要贪着这个水泡般的身体。只要稍微有贪着，就犯了基本见解上的错误，也就是违反了菩提的智慧门。接着再说第二种违反，就是令众生不安。做任何让众生不安的举动，都是违反菩提心的。前面提过，菩提心含有大慈悲，愿让一切众生都安乐。所以任何让众生不能安乐的心念、言语和行为，都违反了菩提心的慈悲门。以前有一位修行人，身上长虱子，有一天半夜里被虱子咬到，又痛又痒，一气之下就把它抓起来摔到地上。当他把虱子摔到地上的时候，有一位正在寺院门外打坐的高僧就大喊了一声：叠伤佛子。大家听了觉得很奇怪，打开寺庙的门去看个究竟。那位高僧就向大家说，那只狮子被摔到地上，跌断了左边第三只脚，正在那儿哀叫呻吟。那只狮子也是佛所怜悯的孩子，他摔断了腿，哀叫的声音在有天耳通的高僧或佛菩萨听起来是如雷贯耳的。那位高僧说，假如不信的话，你们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大众听他这么说，就提着灯火去看，果然在地上发现那只狮子，他左边的第三只脚真的断了，还在那儿挣扎，难以动弹。那位高僧的心很静，很安定，所以可以听到很远的一只虫跌断脚的哀叫声。他知道把虫抓起来摔的动作，是会使众生痛苦不安的。而我们凡夫的心很粗又很乱，所以体会不到众生的不安和痛苦。通常我们只知道自己若是车祸摔断了腿会很痛苦，却不能体会到众生被我们摔断腿或切掉腿，他们也是会痛苦不安的，所以才会去做一些粗鲁的举动，使众生痛苦不安。一切的众生都是佛子，以佛的眼睛来看，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需要慈悲的，他们的苦也是佛所怜悯的。如果我们让众生不安，就是违反佛心。或许有人会说，是他先咬我，我会痛才把他抓起来摔的。我们试着想想看，我们体型这么大的人，被一只那么小的虫稍微咬一下，稍微一痛就忘了佛心、菩提心，就把它丢出去摔断腿，这样的报复行动
会不会太过分了呢？比如，你在搭公车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只踩了一下，对方就把你抓起来，并且摔到公车外面，让你摔断腿。你一定很不服气，觉得他很不讲理，根本就像是无赖或流氓的举动，甚至你还会去告他呢。同样的情形，被我们摔出去的虫，他也会去向佛菩萨告我们一状，告我们太过残忍。一只虫咬我们，它只是肚子饿，或许它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它只是咬咬看到底能不能吃。而我们就生气，要报复，把它摔断脚。这样的行为严格检讨起来，不但是违反菩提心，和佛不相应，甚至可以说，这种心简直比跳蚤蚊子的心还要坏，还要低级。也可以说，这是一念冲向三恶道的心。我们如果不用心关照，可能会认为是他先咬我，我才摔他，这哪有什么不对呢？假设你是发愿要投生到三恶道去当蚊虫，用这一种心当然是很对的，必定会让你满愿的。假如你真决定要去三恶道，也没有人能说你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要修菩萨行，发菩提心要成佛道，用这样的心就不对了。倘若医生今天宣布说你必须要开刀，相信你多少会烦恼不安的，因为自己的肉要让人家切啊割啊，总是会怕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杀害众生，比如杀鸡杀鱼，都会使他们很不安呢。或者我们想踩死蟑螂弄死蚂蚁，也都会使他们很不安乐。甚至于搬走一个鸟巢，使得小鸟飞回来时找不到它的家，也会让他们很惶恐，很不安的。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来讲，表面上并没有明显说不可以吃肉，要吃素食这样的文字。但是如果我们贪爱吃肉，就一定会让众生不安，这就违反了菩提心，和佛心就不容易相应。用违反慈悲的心来念佛，当然贫道就不容易和佛相应了。一面要念佛，一面又爱吃肉，这已经是两种心了，当然念佛就不容易一心。这是我们讲到菩提心，顺便附带做个检讨。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阿克达达，王，这里呢就到他背后的拉着的，这刚来的那这王十八的呢，王个。그송포왕님제시에대해보고보래이런문서때니송포왕다다쳐서담지가터봐야돼너때주민이되니더그요에이리좋게무슨너니송포담지가쌍당잡아라땅당잡아라땅을땅을나겠니다땅까지로마라되니담비링내되니나빠사디발대빠요지금내와채때내와차대요에사초생지바디나오시바시요말이三叔兄弟，三叔兄弟，小工作时候，小的爸嘛，这上就往托给我耶。你第一讲呢，这里往年的这里中国往的都是人为，这是居民的啦。这里种他起步也的，这如果叫他们不给你吃他们不给，娘的着急的，就嘛七八成用不了耶。你这用不了的，这家里用不了的了，你这个咋办了？上东屋制造他们这个，최디듣지인턴남나최디듣지칼리딴듣지주민들이만들어버너다탐지들이왕그깐이주소그왕내지주민은다들이왕그소소로듣지주민만들어버서랑은나요좀다깐그듣지주민좀다깐그만들어버왕그깐이왕대다듣지깐이들이듣지주민잖아들이무서들이유루모어들이기들쫓아먹고왕그처럼듣지주민남아요래듣지주민남아서왕이냐이왕무스토크요에대회는서다엄마디마르다지금하고제대로다는텐데요에왕왕무자도지민이에이대구저들이도지민이나네자바르난지들이저들이도대도남라저라저야다로텐저들이되지지다는게저도모르고들이상도되지요에대회는들이최소로보면왕시각관리너때주민을쓰고코로나들이남을싸고해너때주민만들어서좀딱가리는데그요리남바산지받은인연중때뒷발이그래서은혜왕도그요리들이나빠무슨말을얘기했다딱참에그지요리들이샘마인거지그요리들이나그만은전전그요리들이샘마인무슨샘수업이되니샘비상대피고서는우선상적성들이와찾그요리서로사자치고공차때샘뜨고잡혀요동남은내맡더니왕은예대들이문화를밝혀야되니문화제소도좋아세왕지라니샤그르도마난도왕성오라란그산촉섬지고나산촉섬지는랑샤이겨도대하고대난도왕은예대대이고도를줘봐도는왕들왕은예대들이나이니무덕성도남은대바하고는대조왕그렇다고요대조종왕제대성과왕도유일하지라토바이니서보면바바고토르여러토바이쏘고말이그게참아가지나라마세리나지주인왕토고요초보왕나나라는그때바깡라마탄조왕토고요왕토티사냥이지초그래들이다시들이나시동은너왕대설당은샘실가래어죽고싶어래如果这么的我让我不用找我的生学啊要买的我说算出生计用你的生计学啊要买的对对的就让他们投了药的哈将要过来的就是我不是投过药的两年前出过来的这个两年前过来我们就算出生投过来因为苹果上的落地投过来我们通过地来的你这些的就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是说。你和他有深刻的沟通和心灵交流，仅是如此，就可以替他带来些许的安慰。一个悲心的言语、行动或念头，就可以减缓另一个人的苦难，带给他喜悦。言语可以带来安慰和自信，摧毁猜忌，帮助他人悬崖勒马千愁，或是打开解脱的大门。悲心可以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带来奇迹。为什么在这个处处苦难的世界里，佛陀仍旧有着美丽的微笑？难道他不会受世间的苦难所干扰？因为佛陀具有足够的理解、冷静和力量，所以苦难击溃不倒他。他知道怎样去对付苦难，怎样去转变苦难，所以他有办法对苦难微笑。我们要觉察苦难，但也要保持清醒、冷静和力量，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转变情况。真爱的第三点是喜。真爱总是替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带来喜。如果我们的爱无法替双方带来喜，就不是真爱。喜的深层意义是充满平和与满足的喜悦。看到别人快乐时，我们会感到开心，但我们也会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开心。如果没有办法为自己而喜，我们又怎么替别人而喜呢？喜是为了每一个人。真爱的第四点是舍，亦即是平等心，不执着，不分别，平常心或放下。如果你的爱有执着、分别、偏见或依恋，这就不是真爱。
不理解佛法的人，有时候以为舍是不关心，但真正的舍既不是冷淡，也不是不关心。如果您有一个以上的小孩，他们通通都是你的孩子。舍不是不爱，而是一视同仁，让你所有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舍也被冠上平等性质的标签，这是平等的智慧，对所有的人平淡看待，不分彼此。冲突起始，即使是与自己有极大关系，也要保持不偏不倚，能够去爱，去理解双方。放下分别和偏见，移开彼此之间的界限。只要还把自己当成爱人的人，把他人当成被爱的人，或是还是把自己看得比他人重要，或是有别于他人，就都不是真正的舍。想要理解和真正爱一个人，便要把自己放到他的立场，与他成为一体。做到这样，就不会有我或他。少了舍，你的爱就可能变成霸占。然而，很多人却会夺所爱的人的自由，直到他丧失自我。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利用所爱的人来帮助实现这个目的。这不是爱，这是毁灭。真爱容许你保留你的自由，也让你所爱的人保有他的自由，这就是舍。要让慈确实是真慈，必须要有悲、喜、舍。要让悲确实是真悲，必须要有慈、喜、舍。真喜必须要含有慈、悲、舍。而真舍也要有慈、悲、喜才行。这是四无量心的互生性。
佛陀传授给我们许多慈观的法门。有一次，一群僧侣禀告佛陀说，他们丛林寺院附近有精灵作祟，造成许多困扰。佛陀于是对他们说了慈经，想要获得和平的人，必须正直谦虚，懂得使用爱语。必须知道如何淳朴而快乐地生活。心平气和，不求，不随着大众的情绪而起伏，不做智者所不赞同的事。愿众生快乐安宁，满心喜悦。愿众生安全与和平，不论他们是脆弱或是强健，高或矮，大或小，可见或不可见，近或远，已出生或未出生，愿他们住于极尽涅槃。愿无人互相伤害，无人互相威胁，愿无人因愤怒或恶意而诅咒他人。我们应培育无边的爱，奉献给宇宙万物，犹如母亲对独生子女的爱与呵护一样，浑然无我。让我们无边的爱弥漫上下左右的全宇宙。我们的爱没有障碍，我们的心了无仇恨与敌意。不论是行住坐卧，只要是醒着，就要在心中保持爱的正念，这是最高贵的生活啊。修行无边爱心的人啊，将超越生死，从邪见、贪婪、欲望中解脱，活在美丽里，证得圆满智慧。在念诵并修行慈经几个月以后，这些僧侣理解到那些不安的精灵所受到的苦难，结果那些精灵也开始修行慈经，充满爱的能量，森林也因此恢复了宁静。佛陀也传授了慈观的练习方法，
帮助弟子修行与实践四无量心。若是你的心充满着慈，便将慈送往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第四个方向，然后往上送、往下送。接纳一切，不带仇恨、排斥、愤怒或敌意。慈之心何其大，它不可衡量地成长着，终将能拥抱全世界。也依此法修行悲心、喜心、舍心。带着慈心，比丘渗入了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第四个方向，上下走着，一切地方接纳一切。他带着慈心渗透全世界，他的慈心宽广无涯，孕育成熟，不受拘束，不带仇恨或恶意，对悲心、喜心、舍心也是如此修啊。如果爱的能量够强，就可以把这股能量散送给十方的众生。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慈观当成仅仅是观想而已，比如说把爱观想成音波、光波或纯洁的白云，缓缓地散开笼罩全世界。真正的云会带来雨水，身与光无孔不入，我们的爱也需如此。与人相处时，必须观察我们的爱心是否在场。做着修行慈观，只是个开始。有了修行，爱会自然而然地增加，含蕴一切，拥抱一切。在学着以爱来看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也同时在清除心中的愤怒与仇恨。只要这些负面的心态还在，我们的爱就不算完美。也许我们会以为我们有办法理解、接纳他人，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地去爱。在希望众生欢喜、平和地发愿那一刻，爱的能量
也在我们的心中油然而生。爱将渗透我们所有的受想行识，事实上它们变成爱。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暖心的狗狗。64岁的波利是美国的一位农场主人，随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后离开了农场，现在农场的家里只有他和跟随自己多年的爱犬凯西。爸，你真的不和我一起走吗？你赶快回去吧，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再说了，要是我走了，那农场可就没有人照顾了。可是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也实在让人放心不下呀。你就放心好了，不是还有凯西陪着我吗？你看吧，凯西都说了，他会照顾我的。哎，老爸，凯西怎么能照顾你呢？他只是一只狗啊。凯西很通人性的，儿子，你就放心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好吧。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好的好的，快走吧，我知道的。天气越来越冷了，寒冷的冬天到了。不过有凯西的陪伴，波利也并没有感到孤单。凯西，你看，那时候你还是个小不点呢，转眼间你就长这么大了，现在我可再也抱不动你了。凯西，你还记得吗？你可是农场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了，尤其是小孩子，他们都好喜欢你的。你知道吗？你是最漂亮的。凯西，那一次你大病了一场，就连医生都说你无药可救了，当时我好怕，我好害怕失去你的。我不相信你真的无药可救，于是便用尽了各种办法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谢天谢地，后来你终于康复了。凯西，你知道当我看到你恢复健康后心里有多高兴吗？凯西，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哎呀，我这是怎么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想想些开心的好了。哦，屋子里的柴火快烧没了，我要出去拿一点木材。凯西，我出去一下就能把木柴拿回来，不必穿外套的。屋外的温度只有-4°，天上依旧飘着雪花，而地面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层。外面可真冷啊。这重重的一摔使得波利的脖子摔伤了，
并且常年的椎间盘突出此时压迫了脊髓神经，导致玻璃动弹不得。好痛啊，我的脖子，哎呦，我的腰怎么不能动了？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啊，我动不了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快来救救我。凯西，别白费力气了。对不起，凯西，我想我以后再也不能陪伴在你身边了，你帮不了我的，而我应该会被冻死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凯西。凯西，别浪费体力了，时间已经很晚了，而且邻居隔着我们又远，他们是听不到的。凯西从晚上叫到了白天，他一直在高声狂吠，一直希望有人能来帮忙，而他的主人玻璃的体温越来越低，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凯西似乎知道，在冰雪中的人们一旦昏睡过去，就很可能再也无法醒来，于是便在吠叫的间隙用舌头舔主人的脸，用爪子拍他，轻轻地咬他，努力让主人一直保持清醒。这是哪里的狗啊？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叫个不停，到现在已经有20个小时了，真是太烦人了。是啊，你听，它的叫声似乎非常急切，而且听起来比昨天晚上更加凄凉了。嗯，好像真的是这样子。该不会是这只狗狗遇到什么麻烦了吧？我们去查看一下吧。嗯，我们是应该出去看看，否则它再这么叫一晚上的话，实在太吵了。麦克，你听，叫声好像是从玻璃家那里传来的。没错，的确是从玻璃家传来的。难道这是玻璃的爱犬凯西的叫声？真是奇怪，凯西从来没这么大吼大叫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玻璃遇到了什么麻烦？啊，有可能，我们快去看看。这对邻居夫妇很快便赶到了玻璃家。当他们来到玻璃家门口后，一眼便看到了躺在雪中的玻璃和趴在他身上不停吠叫着的凯西。啊，天啊，玻璃，你快醒醒啊。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要赶快叫救护车来。对，我这就打电话叫救护车。玻璃被赶来的救护车送去了医院，在短暂的治疗后，他很快便恢复了意识。这可真是个奇迹呀，你竟然只穿了一件睡衣，在那么寒冷的室外待了整整20个小时，还可以撑到现在没有被冻死，真是太神奇了。多亏我的邻居发现了我，否则我很可能会死在那里的。不，玻璃，你应该感谢凯西，如果没有他趴在你身上给你保持温暖，你哪里能坚持这么久啊？是的，要感谢的是凯西，不是我们的。是啊，在户外躺了整整20个小时，你身上竟然没有任何冻伤的痕迹。玻璃，是你的爱犬给了你足够的温暖，它不